超吸水，柔韧更升级。Notorious 肌肉三层卫生纸新包装上市。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没有卫生纸？有了！三层超吸水，柔韧更升级。Notorious 肌肉三层卫生纸新包装上市。来，片是用 AI 产生的，绝对不是 AI 生成的诈骗影片。我觉得右边的好像比较像真的。很抱歉，两个都是假的，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这样有意思吗？我想要说的就是，民众真的很难分辨。生气了，接受。院长真的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都要看得这么仔细，那民众就都不要分辨好了。你这诈骗的问题啊，我诈骗呢？诈骗案件数逐年攀升了哈，从110年的24000多件暴增到112年将近38000件哈，增幅高达54%哈。您就任以来自诩为温暖内阁哈，但民众看到这件事哈，真的是不会感到温暖哦，可能只会愤怒或伤心。您认为诈骗受害者为什么会被骗？我想这里面有两个原因，然后那我们现在要防诈有四个部分要努力嘛哦，一个就是识诈。第二个呢，就是赌账；第三个就是赌账；第四个是被骗。我想就是诈骗集团的手法有翻成初心嘛哈，然后在那个民众呢本身的警觉哈不够。好，很好。我想哈，院长，第一啊，我们真的是要有同理心啦，警觉不够，可能人民辨别不出来哈。这真的是不是人民的问题啦。同时呢，诈骗集团的方案推陈出新。我们的法令跟打诈的方法当然要比它更新啦、啊、哈。我们来看一下哈，既然您没有办法正确的理解民众为什么被骗，我这里有个案件哈，想要请您实际确认一下，哪个是假的，何者为真，何者为假，哪个是假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行政院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家好，你现在所看的这段影片是用 AI 产生的，哪个是假的？我真的不存在。每一段话都是电脑生成的，院长以及在座的各位大家好，现在这段影片是我亲自录制的，透过录影来跟大家确认，每一段话都是我亲自说的，绝对不是 AI 生成的诈骗影片。请教院长。我觉得右边的好像比较像真的。好，谢谢啊、哦、很抱歉，两个都是假的，全部都是 AI 生成的、哦。院长，我想哈，民众之所以会被诈骗，真正的原因，做圈套骗我嘛？真正我说哪个是假的啊？哦，我没有说哪一个啊？哈，这样有意思吗？我想要说的就是，民众真的很难分辨，我很难接受。院长真的是非常优秀的科学家，都要看得这么仔细，都没有办法完全分辨，还要说民众没办法分辨是民众的问题，那民众就都不要分辨好了。你这诈骗的问题啊，你就是诈骗呢，所以就是诈骗集团的问题跟民众的问题，我们都没有做错事吗？诈骗者啊，我们认为民众之所以被诈骗，最重要的原因是真的没有办法分辨啦、啊。所以诈骗集团的这些案件暴风式的成长，简讯的网址我看到了，我们可能连专家都没有办法分辨哪一个是诈骗网址啊，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政府的帮忙哈。好，那我觉得这个叫做尝试哦。来，去，已经过了多少轮了？小玉事件，他妈那个家伙叫小玉是吧？小玉事件大家记不记得？小玉事件大家记不记得？是小玉嘛？那个几年前呢？在那个时代的技术已经很像哦，相信各位绅士在一些网站都有看到这些换脸的 A 片 AV 嘛，这个我们都看到，讲难听一点，你有一点常识。那 AI 在这两年快速崛起，它的技术呢又往上提升了一个阶段， AV 巴黎都知道，就他妈的我们院长不知道。我相信啊，聊天室所有人啊应该都对于 AI 在目前的 FB
IG 哦，抖音有一些 AI 生成影片，也有一些 AI 生成图片哦。我相信最近各位都看非常非常的多哦。那 AI 生成的影片 ，AI 生成的虚拟偶像都有 ，AI 生成的女歌手 ，AI 生成的这些歌手哦，从来你没看过他没有错，因为他是 AI 人，他是电脑人。像这些新闻，这两年这些东西都已经流窜在各个的平台上面。好了，讲白一点，现在是网络时代，你不用网络，你就脱离了社会；你不用网络，我相信你现在不会看馆长的直播。那在网络上面的，我个人觉得 AI 生成甚至是以假乱真哦，这样的一个观念呢，已经是一种常识问题。常识你懂吗？没有戴套套可能会怀孕啊，这个叫常识。吼吼，没有戴套套去外面欧北干，吼吼，会长那个花椰菜。花椰菜啊，这个也是常识啊，是不是？哦，对，就是像这个常识啦，常识啦，哦，常识啦，哦，那我问院长啊，怎么办？未来你说馆长在那边一个这样组，来各位，现在哦，我们健身房要开放投资，哈，是不是？哦，来来来，哦，啊，假如是假的，人家做。馆长在这几年啊，告不胜告，抓不胜抓，报警啊也报过，我们的政府也是没有用哦。报什么馆长？什么馆长在卖芝麻丸？加绿茶摇来喝可以，没问题。什么馆长在卖芝麻丸？馆长在卖什么？什么勃起困难障碍？哦，馆长忽然卖好多东西哟、哦，在 FB 啊，很多我的照片啊，说不定别再卖懒觉吃了会硬的啦，什么什么头发，馆长那时候把头发剃掉、哦，我上面在那看馆长说生发有效，吃这一款芝麻丸，大家有没有看过？我做过了之后，他还是在 FB 上面一直芝麻丸呢。馆长头发、啊、那时候我不是把头发剪掉，说我吃了芝麻丸。啊，车家都无搞，都想要拍干。你意思就是讲芝麻丸拢叫我吃了啊，对啊啦，哈，我没办法拿出来卖就对了啦，哈，自己吃都不够就对了啦，车家都无搞，佫想要拍干就对啊啦，啊，你当作吃鱼啊，吃咸鱼哦、喔，塞你娘嘞！我们有瑜伽课程，我们有瑜伽课程，免费的，去看看瑜伽课程。我们的台中的游泳教室很大哦，又大又大，又大又明亮，嗯。玛卡粉你要跟什么混在一起喝，我都没意见啦，都可以啦，玛卡。补了2000多罐，卖了几天这样子，一半又不见了。我看哦，这个玛卡哦，到底能不能撑到月底啊？进了2600多包，现在剩下一半。你看我才上几天而已，才补了几天货而已，要求加西洋干娘的。那玛卡一个礼拜啊，卖那么几千包的，上几千包再卖的，神经病了。其实玛卡是一个很好的补品、啊、只是外面都把它做成性跟性有关的东西，所以就没有用啊。哦，所以不是说没有用啦、啊，所以说它就是被广告了很。那我不敢这样广嘛、啊，因为我会死嘛。啊，反正外面有广告就好了，我就不打这个广告了。哦，就是这样子，外面都是一直在做广告，啊，都卖得很贵。我今天哦才看到、哦、我们同事在讲。哦，有现在外面有几间啦、啊、那个鱼油啦，也是用我们那个西班牙的啊，我们那一间啦、啊、因为原料大家都会拖嘛，
你们真的要谢谢馆长啊，真的啦、哦、用一模一样的东西、哦、我是不是买四罐750，对不对？他是一罐2000多块，买四罐1800。我们的原物料是一样的东西、啊、就是那只 很屌的鱼油，就是你们现在在吃的那一只，它的成分什么的都差不多，它一盒卖2000多块、哦、然后四盒卖1800， 一盒是1800，四盒你是买四盒啦，所以你真的要谢谢我了，好不好？真的做生意真的太良心了，干。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B 站的影片、哦、那个不会 有那个没有那个问题啊、哦、没有版权的问题。我看到一个综艺的一个动漫、哦、在唱 rap， 我觉得超好笑的。啊、这个是中国的朋友把它翻译到 B 站，我等一下把它放出来，反正那个大家翻来翻去，那个 YouTube 没有啦，所以应该是没问题，没有版权问题，所以待会我要分享给各位、哦、我觉得超好笑的。我今天就给大家分享这个东西，真的超好笑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要来了来了，来分享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要跟大家分享，真的很屌，真的很屌。我真的觉得这个真的很屌。它有两个影片的。这是 B 站翻译的，所以应该是没问题。来，我们先来度过一个愉快的三分钟，好不好？这应该有些人看过。这超厉害的，有没有人看过？来，有没有人看过？到这边有没有人看过 ？FB 也有人放啦，不过放的只有一分钟而已，这个是三分钟的版本。だらラップバトルしませんか。おじいちゃん、相手は選ぼうや。玉井さん、ラップバトルしませんかって。ああ。うん。うん。わしが先行で行くって言ってます。ええ。ああ、どうぞどうぞ。うん？え？三本？三本らしいです。ああ、いい。玉井さん、ビートもらう？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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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うん。すいません。ビートください。い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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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え？ほんまに？ほんでめっちゃ病院だし。何見とんじゃこら。えい、喧嘩うとんかこら。えい。等一下哦，他这会跳这个很正常。気安く話しかけてこら。イラつく顔しとるなこら。貴様に叩き込むでもら。耳がぼっちんでよ聞いてや。この構えはザーバリ出すよ。バイブのやつだからガレでも一度分かるバリバツバカで玉で勝ち目がないと分からさらばばばで勝ち渡れなめたバツ。ヘゲズはネグラノの老人。わちゃきた病とのウォーキンデッド。えい、その耳取られかかりこいや。いや、近い近い近い。もうキスの感じゃね。キスするの前じゃリスするの愛がキスすぎるわガンガンがこの日のまず距離とでくれはったから見らたとたちにおぶれわしゃけがなかわからにしたくれどのごまして頭らしどこかまわし暴れらしてもどの看護師さんを困らしてろこんなじじい同士の怠慢でしょう流産の川を渡るでどっちへしゃビビってて待ちくちゃえるいつけガバス取り替える脳が鍛えるでこのわけ俺に切るかもしれやく天下好きでわちわくわくビビる貴様あっちがくわくちょっとダメに警察か知ってるに記者かつショックいくら警察ちょっと言うてるサービス簡単に外国で生きると思うなわちわんぱキラの玉じゃいっさの愛人はパン玉じゃ貴様も早寝のレンジャー
もういいから離れてくれ、スバトできてめちゃめちゃ顔くしゃい、尊敬が腰やめてくれ、いい年してめちゃめちゃ青くしゃい、増やしてもらえお薬、女子の割となりすぎ、痛まりわじわ痛まり忘れられない、名前にしてやりたい、名の板もり靴もなただしどに刻みつけろ、それあなたの脳に徐々にしとサブリミナル板まりしだ、え、兄ちゃん息はある、起きてくれ起きてくれ、板まりは取り残し、起きてくれ起きてくれ、一人人の板まり、安らかなゴッションガン貫きたいショットガン、当て逃げの現行犯捉え、わしの独断ちょっとかし、ジリガジリでドンを取る攻撃、そうです網のほろ読み解け、リアなほっとけな手はしとけ、残念だがこれで死体公言、この戦闘で噂方もね、こせわなせもね、パクロワセなどでこのままぶばな中の攻撃、ジジイがささやくかもり打った、知らんけどさぞや心地のか、ネトラウンで聞け人の離陸を、出直してこいよもう一度、すいません、起こしましょうか、いやもう少しこのままで、何これ、哎呦呀，这个啦，这个啦，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爸先，ラップバトルしんか。え？ラップバトルって。でも何年もしとらんで。いいからいいから、わしが先行で行きます。え？じいちゃんが先行で行くって。ああ、ビートくれや。え？よくばってきっとかっぱってしばらくはどこまでの。よくばってもどろか。ナイスコールと書いてね、アイドルの災難でね、どんだけでも決まっていることは知らなくなってくる、ずっとわしが横に持ってくる、知らなんだそんなわし足ふざかったの、いやなんじゃそんな実はバトルじゃ言うても、匂いがどうとか容姿がどうとかそういうとこじゃバトルしてないからさ、してないからさ、だが読むことこうしてどう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でバトル他这个有完整版的、啊，大家要看吗？他这个超多的、欸，超多背头、欸，动不动就要 rap， 大家有空再去看啊，好不好？啊，有人一直在哎，馆长你不要放，你看人家的，馆长你不要看人家，靠背啊，到底是要看不要看？啊，看这个也还好啊，找原创看你就听不懂他的歌词啊。好，你们喜欢去看吧，在 B 站，好不好？看来聊天室还是有蛮多人不懂饶舌的，不懂什么叫 battle 啊，什么叫 diss 啊？哎呀，还是蛮多人不懂的哦，可能对于 rap 文化不是很了解。没有啦，只是分享一个给大家看啦，我们只是出于一个看到一个很棒的东西分享给大家看啦，好不好、啊、不喜欢的话就不要看嘛，好，在那边在那边说那些我也醉了、哦、啊，这盗片啊，这我只是分享好不好啊，盗片啊什么的啦，好啦好啦好啦，我只是分享，乐于分享好不好，分享一下、哦、不用那么的磨人、哦、你们都好正义哦，干你娘嘞，你看一遍你都看正版的，
真的都有付费，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哎，好正义哦。在 YouTube 做直播，最吃亏的点就是这样子了。哦，我这样讲好了啦。退许在做直播，有听说啦，有几个直播主，有一两个固定的啦，就是呢，他拿我的直播来当题材，整段放。哦，那我们申诉去退许呢，他没有再屌我们的。谢谢董内，谢谢。我的直播他整段放，哦，那我们申请去退许平台，我有去跟退许做这个，他没有在屌我们的，他没有在理我们。哦，那如果你拿退许直播的标准，你来到 YouTube 直播，哦，我是稍微分享一点东西，只有几分钟，一个的两分钟中，有人把我整段的，长达一两个小时的直播，哦，就这样放着，哦。而且是经常性的，哦，那，啊，你们这么有正义，哦，希望以后多多帮馆长检举啦，好不好？哦，好像也没什么用，因为我们也做过检举，好像也没什么用。事实上，如果可以播，哦，当然会比较好，因为我有蛮多很好的影片。甚至是一些健身的知识可以放给各位看，我就不用讲那么辛苦，但是不行嘛。哦，我其实有蛮多想跟大家分享，因为毕竟馆长看了十几年的健身的东西，十几二十年，那有一些比较好的像药物啊、科学啊，哦，很可惜都不能放。我觉得有空我再跟大家聊一聊啦，有时候有空我再跟大家聊一聊啦。哦，我长得越来越猥亵，不会啦，不会啦，不会猥亵啦。因为其实退许的直播，我也去退许播过，哇，非常愉快。我在退许跟金刚这两个平台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放歌给大家听，哦，然后在一些休息时间，很喜欢来，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就是一些外国的东西，在早期啦，大家记不记得，在我18年、17年，很常跟大家分享一些音乐，直接就放出来，大家问我，我还会连结，对。前天推荐的豆花是反派千金的，等一下，反派千金的，等一下，它叫做反妈的鸡巴的，看得太多了，等一下，妈的，登录巴哈我大哥，欸，我登录了啊，为什么不让我看？反派千金等级99，我是隐藏头目，但不是魔王，就这个啦。葬送的福利连是一定要去看的啦，今天要跟了嘛，晚点回去看。我看了很多啊，我独自升级香格里很多啦，我都有看啦，啊，不死不运很多啦，一堆啦，你想得到的应该巴哈排名前几的我应该全部都看过了，我应该全部都看过了，全部都看过了，应该啦。好，我们昨天啊，我后来去炒了一下三立自由民视啊，真的是很扯。我们最近在聊这个体协的6年花了40亿，哦，然后
最近欠钱给球员，欠钱给这些，大家想一想，你是一个花了40亿，然后现在负债8000万，这个钱啊，这个钱啊，到底花去哪里？新闻也不报，40亿就这样蒸发了。台湾人的钱真的很好削，台湾人的钱真的很好削，尤其是体育的钱啊，尤其是体育的钱真的很好削。哦，那民进党真的下西下井，这么多的立委在那边吵什么？你赶快足协啊！我看到他们还在吵什么，这两天还在吵什么，还在吵那个啦，什么你不让我质询啊，你在没收我的质询，我没你老部的老鸡巴啦，啊，就迟到就迟到，就说这会不会啊，不然就说啊，陈玉珍弄伤我啦，徐巧芯弄痛我啦，陈玉珍哦拖我去撞墙壁啦，徐巧芯哦又会让我受伤啦，我今天看到的新闻都是这他妈这个怎么这么鸡巴啊，你不就干你娘嘞，你民进党不就虐童为童致死唯一死刑，杀童唯一死刑，快快快的是紧紧的是快快，不要再让我们这些哦成年人哦再看到台湾的人哦再看到这种哦小孩子被虐待到死，甚至是小孩子被杀的这种事情，快！啊，陈玉珍他拖我去撞墙壁，啊，徐巧芯这样会受伤啊，巧芯这样会受伤啊！干你娘老鸡巴，一顶那个菜鸡鸭嘞，干你娘嘞，干他三姑六婆嘞，嗲嗲嘞嘞，讲小讲偏，干你娘嘞，讲隔壁的老王较好用，因那无好用，啊，一顶，干他。人家说的，这个是什么立法委员啊，啊，一群人的啊，这样三姑六婆啊，这样，哇，